交男朋友总可以吧？交男朋友，交哎，十八岁、十六岁可以交了。正值荷尔蒙在喷发的时候，你别一直提荷，你再提荷尔蒙，他们喉结都凸出来了。哎，十八岁 OK 了啦。老师常常在看那个电视啊，就会跟大家跟两个姐姐妹妹说，哎，你看大飞。这种人绝对不要唱出来。对，老师，你是用到这种人这三个字，你怎么人前人后的呀？他人前刚刚说，大飞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很优秀。然后换一个方式，这种人你们不要。你不懂吗？那就是人与人的连结。哦，原来老师长这样子。连结啊，老师，你有没有讲啊？男朋友。男朋友，我觉得十八岁大学 OK 吧，非常适合的年纪，要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多需要保护自己。我觉得其实十八岁之前，我其实真的没有，其实没有很不让他交男朋友，只是因为他在这之前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他很难遇到适合的。那大学我觉得有机会，但是我一直说大学有机会的话，最少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嘛，对不对？